姑娘，这么早干嘛呢？出来买早餐呢？啊？饿了呀？我们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啊不，要我跟我们俩走，我们俩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啊。刘芳，哎，对。亲戚，大白天的，你们俩想干什么？上！小心！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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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啊！快啊！这这！这！来啊！有种过来啊！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反倒关心我。我是男人嘛，被打几下有什么？可倒是你，我宁可被哥千刀，也不愿意你受一点点的痛苦。我根本就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小雪，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，问题是。不能跟你在一起，万一刚才的事情真的发生了，我会愧疚一辈子。小菊，凯文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我陪你去看医生吧。没事，为你受点伤，都痛都值得了。这样怎么能行呢？不行，我陪你去医院。走，来。避嫌吗？我们又没做什么，为什么要避嫌啊？再说，我的老公也是医生，对于这些护理我也懂一点。你为我受了这么多的伤，我帮你擦药很正常。没想到，你现在想的还是你老公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弟弟这么一闹。万一把事情宣扬出去，那
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啊？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相信你的人品，我也相信我张小娟行得端、坐得正。我不怕别人的嫌疑。小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恶性，才让我喜欢你。 让盲目疯狂的爱上你，不能自拔。卡文，你要再这么说，我立刻离开这里。你要是不去医院的话，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那你呢？想一个人出去坐坐。哦，那你注意安全，别想太多了，好吗？ 你们往死里打！哥，这不你说的吗？让我们打正点。你说你马子太聪明，怕被他看出来。对呀，哥，你别说，我们俩打你，我们俩被打的挺惨的嘛。你信不信啊？你就是，你赶紧红着呢。你穿那小褂，这儿现在还疼呢。好了，给我出去，别在我们前眼戏了。来，拿去花去吧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小军刚才一个人出去的。 有什么消息立刻告诉我。嗯，是。哎，还有，他见过你们俩，千万别让他发现你们俩，知道吗？你就放心吧，放心，我们都知道。来，那哥，我们走了。行，走吧。小军，我不会让刘佳佑把你带回去的，我会慢慢的，一步一步。